掩护，掩护。八号线现在不走一开始的入口走道。A4 定位 ，A2 定位。前方机枪掩护，公司打不发射了。A2 前进 ，Go go go。今天会参加这个课程的话，当然，乌俄战争是一个很大的影响。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嘛。那同样来讲，就是我们最好的保护自己，就是必须要讲明白，就是必须要歼灭敌人，就阻挡敌人的进攻。就我的观点，从共机绕台开始，其实增加这个共机绕台的次数以后，台湾人对于这上面的危机意识其实就一直增加。Go go go！ 要铁门口。Go go go！ Go go go！Cover！ 好，来 cover！ 好了没有？左肩中弹。坦白说，我觉得对于这个事情，我是觉得蛮无奈的。很多时候，不是我们能够决定能做什么，但是我们能做就是准备好面对各种可能的发生。